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。每到过年期间 ，Nico 只要出游到便利商店，一定会买个什么东西？福袋。今天一整天下午，就跟我们的同事们到各大便利商店，现在只要有开卖的，目前已经收集到3家的福袋，总共有30个福袋。今天一定很开心，好开心！一次开个够，每一款便利商店福袋，我们自己这边的小数据统计，对，哪一个对我们来说这一次比较赚比较多 ，CP 值比较高，也会推荐给大家。老公，可是啊，因为我们过年我们不能养胖养肉，那我们那些零食饼干怎么办？我们的同事很多，全部分。Yeah!福袋好的，有没有看到满满的带老婆？因为呢，这个福袋是今天是第一天刚出来，有一家我们只买到9个，所以呢，我就干脆把其他2个先拿起来。对，我们就先都各开9个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是开27包。对，9×3=7，你数学很好。有3家超商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叉 K 的啊，来叉富的，来叉跟这个全叉，全很明显。这是我们必须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真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那我们要跟大家说，就一个价格多少？小编这个多少？全差多少？全差的多少？99。来差付的是168，多差100。100。所以是199、168、100。现在就到令人最期待、最兴奋的时候。一人拿一包。哇哦！这是什么？漱口袋。先开还是最后？最后好了。饼干一包。感觉到目前为止东西还蛮多的，维他命 C、绍兴美人、海苔、绿茶、可乐果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拿红包呢？看买什么？直接会有奖吗？对，那就直接开啦，每一包都有惊喜。可是欧叉早上没有，那没关系啊，毕竟它也是价钱比较低嘛，它100嘛，所以看就没中，表情看就没中。明先会过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我刚刚来，小编。可是这边有序号，上网登录。好，就快一点好不好？哦，抽到好的，我抽到一个恐龙。什么？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的？这个不错。没有呀。抽到这个饼干，孔雀。应该会价值199吧？因为全差的199，对不对？应该有。那6块酥，还有这个巧克力彩虹糖，我的比较丰富哎。没了吗？没了。接下来就来。不要把那撕破，等一下不能领奖。你看你是一个脚，等一下拖到汽车怎么办呢？拖到汽车我送给他。等一下，我抽到奖在哪里？怎么了啦？快点呐！是看三奖这边吗？对啦。4个字哎。明显会顾。4个字。海苔，怎么都海苔啊？我开始抱怨喽。一样的，跟你那包一样的啊。对，都一样啊。有点新鲜感。哎，一模一样哎。它是3奖到60奖专区，是即开即中。然后头奖跟二奖呢，是你要上网。赶快讲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一些什么购衣券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开奖有礼即中的部分呢是。讲太久了。开奖有礼的部分呢是明谢惠顾。所以这个中什么？是明谢惠顾。跟爸爸的一样。我先讲一下。奶茶，奶茶，奶正常。兴奋感已经开始在第4包已经开始慢慢消退。难道我们买福袋的人真的想要吃糖果吗？可是它价值有超过200啊！对啊，而且这么多人在同学会的时候是可以用的。这个有开有秀会直接有奖的，3奖到60奖。所以你知道它明显会就一定是明显会对，对，明显会。那这个为什么有补奖专区啊？没有，它那补奖专区就是譬如说折价券啊，跟一些譬如说王龟制面或者是一些产品配合的折价券。你走路哎、欸。5包。哦、这个漱口袋，我们会有一些漱口袋超好，超有层次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终于看到不一样的，来泡面吃起来。我们看，我们可以收集几只护狗，我给大家看。基本上会有9只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明确回顾，可是我的希望是放在头奖跟二奖这个，我真的会上网登录。不是9包，好歹有1包不是明确回顾。我真的会上网登录，真的。对吧？来，又不是一个袋子。好，会不会是因为都在同家买的这样？没有，那你同家收购了9包了。来，明确回顾，谢谢。我这包比较不一样哦，我这包有乖乖，刚刚都没有。我里面的，到时候拆这个哦，有新的哦，这包有新的。直接看明星会不会就好。对，你不要这么生气好不好？你看，买福袋买到大家是这个，好歹让我们中一个，告诉大家说，哎，中奖，那感觉不一样嘛。明星会，哎，你吃破就不能领奖哦。这个也不会中奖。4个字，明星会不？其实我就送给你好不好？这袋子一开始第一次看到，哇，真的好可爱，哇！表情慢慢会变，你知道吗？
你要好好吃看，这是多好吃啊！每一个袋子里面一定要，这我是维他命 C 是有缺这么多吗？棒！叉 K 的一份才100块，对，而且重点是它有可能有特别想有钻石哦，然后还有购物金10000块，哇，然后还有扫地机器人跟那个耳机，然后还有这个 Switch， 还有超商礼券3000块，而且这是即开即中，而且他说独家好礼加码送。可乐果，我的多西啊，他们居然都长大。这个等一下会还有花瓶，特别可爱，我最爱的恭喜发财！一定不太行，这个我们小编最爱。加油！九，九奖是什么啊？没有九奖，没有，他说后面直接明细了。哦，九奖，如来神掌，怎么着？下一个明细会库，不是海尼根三件省5元，九奖。现在大家知道说哪一间叉烧跟哪一间饼干的关系比较好？阿姨，你可以喝很多这个。来，旁边提提布袋心再加一。哇，可以啊。有人已经开始来吃爆米花了哈。妮妮，把你你你没关系，你只要挂出个九，我就不会再拍了。好九。还是我们玩那种用背的，可以看到他。看谁变小，我都不用拍了，我相信我自己。要拍啊，几奖？我相信我自己一定是九奖的，海尼根再省5元，来谢谢。有喜欢海尼根的朋友留言一下，这个都送给你们。那个有一些我想送给粉丝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要来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小朋友，来 ，B 不 I C 加一，九奖。其实我觉得叉 K 也算用心，因为它每一包几乎一模一样，它就是一次分好。像刚刚我们开那个什么。我们刚才全差的，它其实还是有两种，大概2到3种组合。往后面，往前面。爱滋味麦仔茶，麦仔茶。哎，怎么越拍越冷啊？送给大家。越拍越冷是心越来越寒。这是心寒。来，跳跳来，跳跳跳，来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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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跳来来，可乐果，然后那个波得多啊、哦，跳跳糖啊、哦，那个果冻饮，然后一张九奖的卡片，那你那个要收起是不是？九奖，你进，我想开这个了啦。来，你连刮果，还连刮果，这九奖还没，基本九奖哈、哦。好，爸爸九奖。你看这个，其实我要不得不赞许一下叉 K 这一家便利商店，因为它算是有始有终，全部都抽奖。棒！你看这是即开即中，还是要上网抽？它这个是即刮即中第一重，第二重是序号抽奖。好，这奖很厉害。来，多一多子。张君雅。等下这边整串。啊！气泡水，万龙珠面膜。哦，即刮即中，那都是刮刮。要拍吗？礼物限时。神脑的。门市折价券折多少？500块，500块折价券。好、哦，不一样哎，都是大包，光这大包就感觉是很澎湃。还有豆，黑色的，甜筒，杜老爷甜筒，单件呢19块，但是饼干倒是很大。刚好都要给员工饼干啊！这边擦眼泪，口臭的同事。我看到杜我就懂了，这一家跟杜老爷比较好。好，比较没有那么千篇一律，就是类似这一家店。来，这个有钢珠笔，我先看。钢珠笔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是大奖。天哪！真的假的啦？天哪！500块折价券很不错。要买3C。不好意思，这是片头，因为片头都是这样。杜杜。不会是杜甫，一定是杜老爷。我觉得来叉铺的对开的感觉就是会比较不一样，丰富，比较丰富，就是不会都开到一样的。这个新的冰不糖超好吃，来叉杜啊，最后三包喽。杜，杜老爷，嘴馋的同事，吃很长一条的同事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这个。没有啊，不能的。他没有爱酷的同志，但是有爱美的同志。那你还是有没中奖的同志，难怪。我们这个开箱真的很真实。哇，
我们来，刚给我随便一张肚的肚，我们刚基本上都是这个肚老爷。靠起来。我们怎样呢？嘴唇的同志，很脆同志，爱哭的同志，啊，想喝茶的同志，同事一定有个口臭的同志，啊，最后虔诚一点啊，最后一个啊，有没有牌？加油！肚，好，好了，结束。我刚刚不是说总共30包吗？然后我们只买29，还有最后两个，我们来看，因为为了公平，所以还有最后两个，这一个不想开了。但是不一样哎，来，最后两个，然后这个给他开，最后两个来，妈妈开看看。看，这个就摸起来就不一样了。等一下，你摸一下下面。你先摸一下下面。是什么？是盒子。中档了吗？是盒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盒子。等一下，我觉得，啊，是盒子，是空盒吧？空盒子。这个这包，这是什么的？这包很特别，不一样哎。这个不一样的，但是是你自己拍的哦。哇！礼盒，过年礼盒。这是什么？这厉害，这怎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会？哎，照片，哎，找到大姐还有我照片嘞！围巾，冬天刚好缺一件披巾，刚好是不是冬天缺一件披巾？是不是中到了？我跟你讲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早就知道，不太基本上观众不多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而且这是新款吗？对，冬天送的。而且我这张照片还很大实事，我这张照片是有很冷在冰宫拍的，有看到吗？这奖品也太好了吧，这奖也太好了吧！这个价值超过，你什么时候去买的？而且价钱还没有撕掉哎。今天在收刮这些，那那个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多的啦，这个就给你猜了。那我来猜好了。对，你猜啊，这是多的，这是最后一个多的了。好开心哦，你是我最好的奖。你看，就是饼干一样。饼干哦。哦，又是袋子。送你的，那我的福袋嘞？是那个杜老爷那边拿回来的。这个哎，这个围巾给你。啊，好棒哦，谢谢。很用心呢，我刚开真的开福袋开到已经有一种觉得说，反正怎么开都不会。差不多，因为我就知道福袋开到最后，这个心情一定是淡的。这刚好是你需要的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也是妮妮最近很喜欢的。而且我都不需要，我需要的是这张照片而已，好不好？小编，谢谢啦，谢谢。满满的就是我们29包福袋里面所有东西啦。对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我们会全部分发给我们的同事、员工，还有邻居、朋友、爸爸妈妈、亲戚，好不好？像我们在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大家不要，所以你们尽量在我要降的时候，你们就摆一个 pose 就好。好啦，那可以闭眼睛吗？你看着我的眼睛吗？